目前在台湾的食道癌呢，大概是80%以上都是跟烟酒槟榔有关系。有一些呢，他就不烟不酒，不吃槟榔，还是会得到。原来就是喜欢吃。那有一些呢，就不烟不酒，没有嚼食槟榔，食物也是正常。但是要看看他喜欢吃腌制的东西，特别像这种腌制的东西啊，里面呢很多的物质，而且物质本身也有致癌的作用。